经本412面，倒数第五行啊，412面，倒数第五行，从书这里看起啊，问彼处观音四当不佛，四乃世智，世智之后不闻卜者，今言卜处甚多，何日当卜？又卜处者，菩萨地经住等觉位，如心中曰何得甚多，而在彼国。那么这一段话提出了两个疑问啊，一个是怀疑西方世界卜处菩萨那么多，要到哪年哪月才卜上呢？这是一个问题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对于数目字的怀疑。通常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一个佛世界，就是后部佛一个两个就不得了了，为什么西方世界后部佛会有这么多啊？这个确实是两大问题啊。彼处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是极乐世界的后部佛啊，将来阿弥陀佛入般涅盘了，观音菩萨在西方世界就示现成佛。那么观音菩萨成佛之后也有入灭的一天啊，入灭之后啊，大势至菩萨就后不成佛了。大势至以后啊，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就没讲了啊，这个观音势至后不成佛这个事情啊，这个经典我们收在净土五经读本里面啊，注意看了就知道了。所以他这个疑问在此地啊，大势至以后啊，没听说西方世界有这个后部佛啊，现在说西方世界后部佛有这么多，这怀疑那要轮到什么时候呢啊？阿弥陀佛的寿命无量无边，观音菩萨成佛也无量无边的寿命啊，绝对不亚于阿弥陀佛啊，这样长的寿命，说是到那边证得后部佛也不晓得到哪一天才补上啊。那么第二个问题，这个怀疑的说菩萨地经，这是菩萨到了顶头了，顶头就是后部佛的位置，我们称为等觉菩萨，好像呢心中之月一样啊。他这是比喻，把佛比作太阳，把后部佛比作月亮，我们这个地球月亮只有一个，没很多啊。当然这个说法是就我们地球上众生来讲的啊，佛在这个地方说法一定的应这个地方众生之机啊，不能谈其他的世界其他的星球。我们晓得其他的星球有十几个月亮的，有不是没有啊。地球呢只有一个月亮，只有一个卫星啊。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这后部佛会那么多啊，就好像月亮那么多一样啊。那么这是两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答复。
不住不彼，定不弥陀之处。十方世界无尽，诸佛涅槃无尽，不住菩萨亦无尽，住彼国中啊，而待不住，悉为不可能。一切诸佛刹土，唯独西方世界究竟圆满。那么由此可知啊，在这段经文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十方世界的那个后部佛了，在哪里面通通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后部佛就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像经上讲，没有法子计算的，无量无边的。原来这些等觉菩萨，实在讲比我们往生去的人数还要多啊，就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我们得到证明了。这一句话实在是讲的是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的后部佛统统聚会在西方极乐世界。那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方刹土后部佛的俱乐部啊，都到哪儿去了？这个世界那当然是十分的圆满啊，稀有难逢啊。因此这一些不出菩萨并不是在那里等着补阿弥陀佛的佛位，不是啊，十方世界哪个地方佛入涅槃了，他与那个世界有缘啊，而且呢应以佛身而得度者，他就到那里实现八相成道，去实现成佛度众生，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佛菩萨应世啊，华严经上讲得很透彻，是众生的机感啊，众生有感，这些不处菩萨就有应啊。所以我们在修行因地之中，要与众生广结法缘啊。为什么呢？与众生没有缘，将来你成了后部佛到等觉菩萨了，十方众生都没有感，你也永远做不了佛。为什么呢？没有人求你嘛啊，可见的结法缘重要啊，结法缘很重要啊。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再看解答第二个问题，又诸佛尚如微尘，无有穷尽，况复菩萨其数甚多，无足以也。如大本中说啊，大本是无量寿经啊，十方世界，世界无量无边，每一尊世，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所以世界无边呢，佛也无量无边，佛无量无边呢，当然菩萨也是无量无边啊，所以这个不足以怀疑啊。无量寿经说得很清楚。那么无量寿经幕后的一章，这是同学们都很熟悉啊，莲池大师就揭露这个后头一章，我们看413页第三行，说大本云：佛告弥勒，此世界中有720亿菩萨身彼，夜夜以尘供养无量数佛。这是菩萨往生的啊，什么样的菩萨呢？等觉菩萨
啊，我们娑婆世界等此世界的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等觉菩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720亿啊！啊，这些菩萨善根非常深厚，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如弥勒者，啊，就像弥勒菩萨地位一样，那么就说明这是等觉菩萨。诸小菩萨不可胜计呀！啊，那小菩萨等觉以下菩萨就往生的，那这个数字太多了，说不尽了。啊，不可胜计，说不尽了。啊，数字太多了。那么下面又说，第一光云照佛所有80亿菩萨皆当往生。第二宝藏佛所有90亿，第三无量应佛所有220亿，辗转至14佛刹以及无量佛刹，往生者不可复计，但说佛名穷劫不尽，况其菩萨当往生者，言如弥勒者，则甚多补处，亦可为证。啊，我们读《无量寿经》这一段经文就了解了。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说老实话，等觉菩萨最多。啊，为什么呢？因为等觉菩萨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了解的最清楚。啊，否则的话，华严会上文殊普贤是等觉菩萨，他们为什么求往生？啊，就是他对于那个环境知道太清楚了。啊，在修学方面来说，十方世界任何佛国度都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环境之好啊！啊，到那个地方去修行呢？那么虽然在西方世界是在讲啊不离本国，像我们这个世界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在斗率天啊，当来下生啊，这是我们娑婆世界的第五尊佛，贤界第五尊佛，释迦牟尼佛第四尊佛。啊，他现在在哪里呢？他在西方极乐世界，也在斗率那边。啊，他们往返实在讲是一念之中啊。啊，所以斗率那边有弥勒菩萨，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弥勒菩萨。再看下面一段，如上一真二报，或经文中有本愿中无，或本愿中有经文中无，互见无碍。这像前面所讲的，西方世界一报与真报。依报是物质环境，正报呢是人事环境啊，或者是经里面说的详细，说到了48愿当中啊，没讲到，或者48愿里面讲到啊，经文当中没有讲到，所以必须要互相对照。那么这个段话就是莲池大师他老人家所说的，这就说明了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多次宣讲，集结呢也是多次的集结，所以这个经本梵文的底本就有多种，
传到中国来不止一种，古人的考证认为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版本啊。那么在我们中国有12次的翻译啊，如果是同一个版本，实在讲何必要那么多次的翻译呢？啊，就是因为版本不同，版本不同里面就依报正报，互有详略，有的这个本子有，那个本子没有，那个本子有的，这个本子没有啊。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汇集啊。现在有很多人啊有意见，对于汇集本有意见，认为啊这个读无量寿经应当要读原来的一本啊，这个汇集本呢总是后人呢编的啊，总是不太如法啊。那么如果读原本好不好呢？好，读原本一定要读5种原本，那、啊、你意思才圆满呢。你读这个本子，那一句经文漏掉了啊。这个汇集之需要，宋朝王龙书居士第一个开端。你要说汇集本啊是错误的，是不应该的，王龙书居士是站着往生的，欲知时知啊，这个是他老人家现身说法了，说明他没有过失啊。他如果在净土中要犯了大的过失，他怎么能往生啊？那么由此证明慧集没有错啊。那么慧集虽然是必要的，但是古人这个慧音呢，慧集里面有遗憾，遗憾就是取舍不当，那很重要的文呢他把它漏掉了，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本子，这是个遗憾啊。另外一个遗憾就是往往把原文的字改动啊，这个是为后人所批评的啊。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夏莲居老居士这个本子，诸位把5种原译本你去查对啊，他的取舍非常恰当啊。换一句话是5种原译本的集大成啊，义正庄严，愿文与经文呢都达到了圆满的境界了啊，都达到圆满。而且呢这个文字没有一个字更动，全是啊原语的经文啊。这个是后人所以读了这个本子才赞叹成为无量寿经最圆满的版本啊，最善之本啊。这个本子出来之后，在教界赞叹的人非常之多啊。慈州法师当年就用这个本子在济南讲过，而且他还有扩判啊。这个扩判黄老居士保留的一份啊，已经送给我们了，我们也把它印出来啊。所以这个本子是黄如初老居士从大陆带过来的啊。以后他跟六行啊，跟那个慈航法师出家啊，就是六行法师啊。这个本子是他带到台湾啊，交给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居士在台中讲过一次啊。而且李老师有简单的注解啊，没注这个本子我们都曾经给他流通了啊。所以读这一段经文就晓得啊，
无量寿经确实有汇集的必要啊。那么到今天才有这样完善的版本啊，这个版本难得，真是三宝加持，在台湾从南到北普遍的在宣扬啊，读诵的人很多，依照这个经典方法修行的人很多，这是一个非常稀有殊胜的因缘。我们再看底下注解啊，若具末佛法愿，满愿成佛啊，目是仰慕，对于佛法的仰慕，发愿学佛啊，愿满了呢就成佛。这比方种种所有啊，借彼佛应愿所成，应喜应其福啊，阿弥陀佛的愿无量，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无量，说实在话，释迦牟尼佛就是在我们现在翻译的这个五种本字里面所说的，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也不过是大海之一滴而已啊！啊，有没有完全介绍呢？完全介绍，说一集也说不完呢。啊，只是把重要的、大概的给我们略略的说一说啊。那真正详细的情形，必须自己到西方极乐世界才知道。是今明互为有无者，以文随小书而义则具足也。啊，说有详略不相同，但是意思的确是圆满的，啊，是具足的。又如法藏愿云：“我作佛时，刹中诸天人民一切万物，皆眼睛光丽，形色殊特，穷微奇妙，无能称量者。虽得天眼呢，不能辨其名数啊。”这个几句是四十八愿的愿文啊，我们同学们都很熟悉啊。这个愿文里面讲的，即使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那不说别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那个天眼至少也是七地菩萨以上啊，那不是普通人的天眼啊。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都不能辨别，那其他的更不必说了。说观此正报依报，涉无不应，不可居文而现义啊，决定不能死在经文里啊，要知道它里面所含的境界广大无比啊，义理庄严无有穷尽啊。再看底下一段，称理这自信决定成佛，是一生不处意啊。我们看大师引用啊《华严五祖归峰大师的一段话啊，《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别心苏超，超呢就是归峰大师做的
今知心是佛心，定当作佛。然而本来成佛，非作的故。这个事实知道的人不多，那么我们虽然听说，是不是真的知道了呢？这真的不见得啊。为什么呢？如果真知道了啊，你对于人事物的看法了就不一样了啊，就不一样啊。再说的浅显一点，你决定不会感情用事啊。如果你处事待人接物还感情用事，换句话说，这个事情你不明了啊，因为这桩事情是佛知之见呐、入佛之见呐、就是分正佛。分正佛哪里还会感情用事啊？所以心是佛心啊，众生心跟佛心是一不是二啊。禅家常说，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啊。你是不是真正认得心？这个认得心就是明心，明心就是见心啊，见心就是成佛啊。禅家所讲明心见心，见心成佛啊。所以心确实有，有我们自己不知道啊。如果要知道了，你对于一切万事万物决定是平等心看待，因为心是平等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连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自心变现之物，它怎么不平等呢？当然平等啊。我们今天这个心在一切万物里头不平等啊，不平等是这是妄心的，是分别心，是执着心，是意识心，不是真心啊。真心就是佛心。我们现在是妄心啊，妄心是假心呢、这个是凡夫心啊。妄心从哪里来的？妄心是从迷失真心里面变现出来的啊。不迷了就是真心，迷了呢，真心就叫做妄心啊。迷了感情用事啊，对于一切事实真相不了解啊，觉悟了啊，就纯粹是智慧用事，就是般若转烦恼为菩提啊。菩提是觉心的，不迷了。这样说法了，诸位还是很难体会啊。那么我们再讲的白一点，讲的明了一点，什么叫迷，什么叫觉呢？凡是念念为自己着想的就是迷啊。念念为我，为我的家，为我这个道场，这都是迷啊。念念为一切众生，这就是觉悟了。你自己检点一下看，你是觉还是迷呢？你就晓得了啊。这个检查了比较上容易啊，也很可靠啊。你起心动念是想自己还是想别人？
啊，迷悟就在此地分。啊，觉心遍一切处，那是真心遍一切处。你的心呢，很小，它有分别，它有执着。那这迷了啊！楞严上讲，迷的心呢，就像海里面起个水泡；觉悟的心呢，是大海；迷的心呢，是海里的起了个水泡。啊，他执着水泡是自己，把大海忘掉了。即使水泡破了呢，哦，原来才晓得心有那么大。啊，楞严这个比喻啊很好。啊，所以华严经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就是从这个角度上啊说的。啊，从这上讲的。所以成佛非做得故啊。啊，成佛你有没有真的做佛，有没有得到佛果呢？没有啊。为什么？你本来是佛嘛。啊，本来是佛，说再得一个佛果，那叫头上安头，又迷惑颠倒了。这但见实觉心来呀，不知本觉故有。可谓不则决定不啊，成则实不成。啊，这个话要细心去领略。啊，这实觉，实就是开始觉悟啊。从我们凡夫，我们现前，我们现前有没有觉呢？当然有觉。你要是没有实觉，不觉，你怎么可能到此地来听经？那你今天晚上能够从家里走到这来听经，就证明你觉悟了。啊，这就是实觉。天天你都在觉悟，天天都是实觉。啊，这个实觉就是开始啊，你每一天都有觉悟啊，天天在觉，就天天都是实觉。啊，从凡夫一直到等觉菩萨还是实觉，等觉菩萨成佛了，实觉和本觉。到成佛的时候，圆满成佛了，这个实觉这两个字就没有了，就说不上了。啊，没有成圆满佛，天天都在觉悟。啊，所以这个实觉不是指开始那一天，啊，天天都是开始。这个是实觉意啊，就是但见实觉心来啊。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天天有觉悟啊，天天有新的境界，天天有新的启示。那么这就是非常明显的，你天天在进步。进步的现象必定是烦恼轻，智慧长啊，智慧增长了啊，分别执着妄想一天比一天少了啊，清净平等智慧啊一天比一天增加了，这是好境界啊。如果没有这个境界，就不行。那么换句话，你学佛不是停止在那边，就是倒退啊。有这个境界，天天都在进步啊。
这个境界叫好境界啊，因为本觉是固有的，是本有的啊，所以古大在此地告诉我们，五字决定的不是什么，是性啊。到你成佛的时候，因为你自己有度众生的本意啊，成就之后决定是一心尽愿，你要实现你的大愿啊。哪个地方有众生啊，希望你去帮助他，你一定去啊。所以不自决定的，成字是不成，不但成与不成呢都没有啊。为什么呢？成佛不成佛是二法了，六祖大师说二法就不是佛法了，佛法是不二法了啊。你有个成，背面就有个不成啊，正是佛家所讲的动念皆观呀！啊，不许可你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尚且不可，那言语当然更是达不到的啊。所谓是开口便错啊，动念皆观，一定要明白这个真实意境。所以一切言说都是方便说，有没有说到真实处呢？没有啊，一个字都没有说到啊。所说的这些言语敲门砖啊，指路牌啊，你要从这个里面去体会真实意，真实意不在言语里头，同样的也不在文字里啊。真实意必定是立言说相，立名字相，那就是立文字，立言说，立心言相，心里头不能想啊，一想呢又着了相了啊。要一切都不执着才能够悟入啊。所以真正其入境界了，其入境界就是入不二法门啊。入不二法门就是华严经里面讲的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啊。那个不思议解脱境界也叫做一真法界啊。在我们净土宗里面讲呢，就是得一心不乱，那就入了一了，从此之后再没有二了啊。什么叫二呢？起心动念就叫二啊。换一句话说，在世出世间一切法里面，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万法也如啊，法法皆是，法法皆如，这是真真平等啊。所以说成则是不成啊，诸位要能体会到这一点意思，这一句话你才能够明了啊。这位这话的这意思很深。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一大段啊，这一大段呢是正式运行令知修正啊。是是开始，是指示啊，弥陀的大愿大行，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使我们明了如何修
如何证啊？那么这个文分四段啊，第一段是法音，第二段起行，第三段感果，第四段戒劝。经文：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这段话是佛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话，目的就是劝我们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底下注解里面讲，上成一真二报，成就是成熟啊，给我们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环境之好啊，一报是物质环境，正报是人事环境。美好到极处，没有一丝毫的欠缺，所以称之为极乐世界。今言众生得闻此者，我们没听说不知道，那是无可奈何，听到了明白了，怎么能不向往呢？怎么可以不求生呢？应当发起大愿。什么叫做大愿？愿生彼国就是大愿。是为地同劝，后乃反复声明。佛在本经前后三次劝勉我们求生净土，这是第一次一而再再而三呢，这是苦口婆心。下面呢，这个抄里面就给我们说明了这个三次的劝告。第一重劝者，因中反复劝闻、劝信、劝念，亦有四重。我刚才讲上是讲有四重四次劝勉我们求生西方。应当对出这段经文呢，是第一次劝，是闻一真庄严圣妙功德之说而发愿。你换一句话说，听了佛说上面这段经文，就能够发愿求生净土，这是第一个念头。那第一等是哪些人呢？十方世界的等觉菩萨他们只要一听到了，马上就发愿求生净土所以西方世界等觉菩萨才那么多。可以说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的等觉菩萨通通都在西方世界聚会他们一听到就相信了，就明了就发愿求生二言闻是说者，是闻一心持名
界定往生之说而发愿了。这个素数性在此地是总说了，将来到下面经文我们一段一段都会读到。啊，第二次先呢是在也就是在这一章当中，佛给我们说夜间持名夜间我生。啊，听到这个好处他发愿求生，这是善根深厚。我们通常讲啊，上根立子啊，为什么呢？我在其他经典上说，从凡夫地修成佛果，要三大阿僧祇劫。这是一般经上讲的，华严经上讲的不是三个阿僧祇劫，是无量劫。那么佛在华严与其他经上讲的为什么不一样呢？那么诸位也说，成佛，佛有四种佛，藏通别也。佛讲成三大僧祇劫成佛，说老实话是藏教佛、通教佛，三大僧祇劫。啊，严格的讲是藏教佛。啊，华严里面讲无量劫成佛，那是讲的圆教佛。佛有很多种类呀，你到底是成哪一类佛？啊，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一听说这个经上说，一心持名，戒定往生，这一生就成就了。你想想看，那个聪明人怎么不选择这个法门呢？啊，即使以前所修的一切法门，听到这个法门，他立刻就放下了，立刻就舍掉了。我专修这个法门，为什么？这个法门容易啊，很快就成熟啊，而且是稳稳当当的成熟，确定成就。这是聪明立根啊，他选择这个法门。那么三啊，第三次劝呢，是说闻是经者，是闻持名佛护不退菩提之说而信受者，不应验者信受之验故。这是第三次劝呢，是听到念佛设方诸佛菩萨保佑，这个护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保佑啊。啊，念对句阿弥陀佛佛号，设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都保佑你。啊，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一切诸佛最尊敬的，一切诸佛成佛都是念阿弥陀佛成佛，所以你念阿弥陀佛，诸佛当然欢喜，当然护念。啊，说老实话，你念大方广佛华严经，诸佛不见得保佑你。你念阿弥陀经，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诸佛必定保佑。这是真的啊！你念大悲咒，念楞严咒啊，念什么也不可能一切诸佛都保护你啊！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到哪里去找啊？一般人不晓得，
是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呐、啊！啊，这个夏莲居在弟子里面所讲的，亿万人中一二居啊，这个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啊，所以今天啊，你修这个法门。甚至遇到些法师大德劝你啊，不要修这个法门啊，劝你不要念这个经，这个话奇不奇怪呢？不奇怪。为什么呢？亿万人中一二之啊，他怎么会知道呢？啊，何况我们在经论里面这个著述里面，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啊，像善导大师所讲的，三杯九品呢、啊，是在我们日与年不同所产生的现象。你遇到的语言殊胜，换句话说，你这一生可以上品上证啊。遇到的语言不胜，那就是下品往生啊。什么叫殊胜呢？对于这个一正庄严一切事理都能够明了深信不疑，这就殊胜啊。能够遇到一个善知识，把它讲得清清楚楚啊，我们听得明白的啊，毫无疑问的完全接受，这就是你语言殊胜啊。说实在话，我们这一代的同修比过去古人呢，在语言上来讲呢，是殊胜的多了啊。殊胜在哪里呢？像语言呢，我们遇到这个经，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点呐。啊，古来的大德有几个人呢？把《无量寿经》各种的译本、汇集本都看过呢？如果不能辨读，这个语言就有欠缺，就不殊胜。这是过去所难的啊！我在讲席里给同学们说过，道元老和尚一生弘扬净土，无量寿经九种本子，他只看到过四种啊，还有五种没看过啊。李炳南老居士一生弘扬净土，他只看过五种，还有四种没有见过。你就想一想，语言多难啊！我们今天把九种本子通通收集印在净土无尽度本里面，大家通通都看到了，你的语言超过了道元法师，超过李炳南居士啊。特别是夏莲居老居士这个汇集本啊，这个汇集本出现在这个世间还不到五十年，换句话说，五十年前的人不知道有这个本子啊，五十年后的人知道这个本子的人也不多啊。这两三年来我们极力的宣扬，台湾同学普遍知道啊，这个地方是宝岛啊，这个地方是福地啊，这么多人知道。我听同学们告诉我说，净土无尽度本呢已经送完了，现在要再印。好，第四次年若有幸的
是总结文艺深究，心有念的无疑不生呐、啊，啊，这个叫有念的无疑不生之说，啊，这句我再念一下，就是心有念的无疑不生之说，二法印也，啊，这个算是这个善根呢、啊、最差的。但是还有资格往生，如果我们要把它按这个等级来分呢，甲乙丙丁这是丁等的了，丁等还可以往生，丁等以下的就不行了，就不能往生了啊，这还能往生啊，他相信啊有愿者无疑不生，那我发愿，发愿就会生了 啊这是真的啊。今天上午有一些同学来告诉我，啊，是在淡水那边，啊，讲以一个人念佛往生，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啊，而且人品性也不很好，啊，卧口做造作罪业，一生造的罪业很多。临终的时候啊，他头脑很清醒，啊，那么有两位出家人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他接受了。居然也预知时至啊！他告诉这个法师，他说阿弥陀佛四点钟来接我啊，他们念到四点钟了，佛没有来接，就问他你怎么可以骗出家人，他说早晨四点呢、啊、他们以为是下午四点，说是早晨那到第二天了，好，这就继续再念，果然是没错啊，到第二天早晨四点钟往生，你是四点钟往生的啊。那么这个是这就是这一等的了啊，就是信呢有愿者无疑不生，他是说于这一等啊。那么他今天呢告诉我这往生的这个瑞相啊，助念的同学啊闻到异象啊，那么他说阿弥陀佛来接他，别人没有看到，他自己看到啊，而且阿弥陀佛给他讲四点钟来接他的时候，这是居里接他的时候有十几个小时之前啊，他自己说的啊，他是在下午两点多钟讲的，告诉这个助念的人说阿弥陀佛四点钟来接他，那么大家以为是下午四点钟，那还一个多小时，没想到的是他是早晨四点钟啊，所以这个也算是日知时知，很难得，这是属于这一类，不是前三种啊，这个是在病重的时候啊，遇到善友开导他才知道啊，所以这个他们来告诉我说他往生的这个情形，那是靠得住的，这可靠的。文文转身呢，怨怨背切，余岁三伏，亦不轮重。明悟情深，诲人不倦。这个几句话是对释迦牟尼佛无上的赞叹。啊，佛对众生真是苦口婆心。啊，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劝勉我们啊，希望我们觉悟啊。什么叫觉悟呢？真正发愿，愿生西方极乐世界。给诸位说，这就是大彻大悟，就是彻底的觉悟啊！真正发愿往生。必须把这个世间看淡，对这个世间呢没有留念，在没有往生之前，我们尽心尽力弘扬这个法门，帮助别人认识这个法门，帮助别人发愿往生，这就是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啊，我们弘扬这个法门，上报四恩的，希望一切众生得到这个法门，大家都念佛往生，这是下济三途苦啊，我们要这样做才行啊。那么除这一桩事情之外，可以说这个世界再没有一桩事情啊是有意义的啊，都是没有意义的啊，唯有报佛恩啊，唯有帮助众生彻底觉悟求生西方，这是有意义的一桩事情，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桩事情啊，换句话说，除此之外都是不应该做的，没有意义啊。再看底下经文，又闻摄信义，愿闻摄信义啊，愿摄行义，三思资粮，习备于此。这个西方净土最重要的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闻里面就包括信啊，要是闻了不信，那就不叫闻了。闻了何以不信呢？没听清楚，没听明白，这个不叫闻啊。所以一定啊，要使对方啊真正彻底认识明了，生起了信心，这才叫做闻法了啊，真正闻了。愿里面呢就包括着行啊，他既然愿往生了，哪有不念佛的道理呢？啊，愿往生而不念佛，这个愿不是真的愿啊，真正的愿，这一句佛号二六十中绝无间断，那是真愿啊。所以信愿行三思资粮习备于此，这一次就是这一句经上说众生闻得应当发愿愿成彼国，这一句话了是三个条件通通具足。底下抄的是解释，闻然后信，非闻则信自何生呢？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想一切众生真正信这个法门，只有一个方法，要把这个经典呢细细讲给别人听。那为什么呢？他才会相信啊。你要不细细说给他听，他不相信吧。啊，这就是你发愿弘经的，这个是报佛恩里面的第一法啊，最殊胜的法门，报佛恩的方法是发愿弘经啊。也许有同学说我很笨啊，我程度不够啊，啊，我怎么能弘经？怎么能讲经？啊，说老实话，现在有许多佛学院，我上次到南普陀去参观，南普陀佛学院里面人就告诉我，这个佛学院里头有十几位同学啊，大学毕业的，
其他差不多是高中专科以上的，程度高啊，好啊。他给我讲了，我没在意。那我为什么不在意呢？因为我没有那么高的程度。那我们当初李老师开班教我们学讲经的，我们那一批人里面，大概大学还不晓得有没有毕业，就一个。啊，高中的倒是两个，不晓得三个，其余大部分的小学毕业、初中毕业，就这么程度。啊，年龄呢，30岁以上的，是年轻的，我是很年轻的，是30多岁了。啊，年岁大的呢，林看志啊。60岁了，啊，您看这60岁，小学毕业，他参加我们那个班，啊，您看这在我们那里，学讲经的时候，他的孙女是国民小学的老师，你看他已经做祖母级的了，还跟我们同班呢，在那里开始学讲经。我们那20多个人经过李老师2年训练呢，是个个都上台讲的还都不错啊。可见的这一桩事情呢，不需要程度很高，不需要啊，年龄大一点也不碍事啊。那个时候李老师告诉我们，勉励我们，他说世间学东西难呐，唱戏最难啊，他讲说评剧啊，唱评剧啊，那个最难了，比讲经难得多了啊。为什么呢？你唱评剧，你怎么不能拿个剧本在台上念呢？那不可能的。你看讲经的时候，经本注解可以摆在讲台上啊，你看这容易多了啊。还有一个，唱戏的时候，每一个字、每一个句不能唱错，而且对动作那个锣鼓配节都要配合。这个难啊，他说这个比讲经难10倍都不止啊。他说那个都有人能学得出来，这还有什么难事情啊？啊，这个唱戏怎么学会的？他就跟我们讲，从前在大陆上啊，这个家里差不多都是很贫穷，小孩养不活了，卖给戏班子里面去学唱戏去。啊，卖给戏班的这个七月里面有一条打死不偿命啊，所以他老人讲，天下没有学不会的啊。为什么打的时候你就记住了，这个地方说你记不得先打过的，哎，他得记得啊。所以我们那个讲经的那个班呢，李老师是有打的，他会打人啊，不但骂，会打人的啊。那么我们年岁都很大了，所以外面人看到就不好看了啊。因此我们上课呢，门都是关到的，不能让人看啊。不但呢不能让人看，而且外头派人巡回，就是不准人接近，这个里头有打有骂啊。只要你发心呢，没有学不会呀，啊，不需要程度很高啊，啊，演培法师现在在台湾，啊，他老人家往年在香港想收几个徒弟，啊，他的条件就是只要老实，啊，听话，在初中毕业就可以了。人家就问他，他说别人这收的都要大学毕业，什么博士了出家的，他说你老人家条件怎么这么低呢？年公就说，我就是程度很低的呀。这话说的都很有道理啊，啊，程度高了啊，眼睛长在头顶上，不听话了，什么也学不会了啊。这个真正发心啊，三宝加持啊，三宝加持、啊、所以
所以说只要有愿，没有不成就。那么这就是要发心弘经，把经典讲清楚讲明白，才能让人起心。如果你这一部经像经讲下来，听众里头没有一个相信的，你的全盘失败了。如果听众当中有相信的，你是成功的。这个经就是没有白讲，有相信的。这是第一步啊。这是小成功。那么如果是中等的成功呢，里面有发愿的。上等的呢，这听众里面有往生的。有决定往生的。那这个经讲的是上乘功德，真正呢是救因往生啊。所以这就说明发愿弘经的重要说愿然后行，无愿则行何由起呢？下文信行，此为本源呐。这文法是本源啊，信行愿三净土资粮充足无限啊，三个条件之足。那么有些发心讲经的同学常常来问我。这个经呢，怎么样才能讲得好？这个东西告诉诸位，那是学不到的，没法子学到的。我老老实实告诉大家，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没有出家之前，我跟他一年三个月，他在讲台上表演那一套技术啊，那一套方法，我通通不知道了。这就好像学兵法了，那个兵法我学的很熟透了，熟透怎么样呢？不会打仗。就是上台我不会用啊，我在底下批评啊，我样样都会批评。为什么呢？我知道啊，可是我上台之后呢，就不会用啊，用的不恰当，不会用。所以出家之后啊，又到台中去又跟了他七八年这七八年学什么东西呢？完全的观摩他，他怎么讲出来的？这个经我也会讲，我再看我是怎么讲法，听听他，他是个怎么讲法？我听的是这个，我并不是听他讲经文的。这种听经的方法，可以在台中他老人家学生里面没有第二个人。经典的内容他也是参考注解，那注解我都有，甚至我收的注解比他还多就是这些材料他上台他怎么表演出来的，我要观察的。这个诸位想想，学门道学那个方法了两个小时我都学会了，可是要学到台上自己能够灵活应用，得心应手。我观察李老师观察了七八年，自己在讲台上练习啊，练习十年才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这个不是说人人能学得会可是我归结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呢
是学习的态度，是决定的因素，方法善巧是在其次啊，当然重要，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修学的态度。我们在经上常常劝同学把自己舍弃掉，绝对不为自己，绝对不为名闻利养，一切为报佛恩，一切为报众生恩。你用这样的心态，才能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才能够在讲席上蒙诸佛菩萨加持啊，这就讲你才能讲得好啊，啊，讲得能扣人心弦啊，是在扣人心弦，是不是自己的能力？不是啊，佛菩萨加持啊，啊，不但讲的人是佛菩萨加持，我在讲席上常说，你们听的人也是佛菩萨加持，佛菩萨要不加持，你怎么会听懂呢？啊，你能够听得懂，听得欢喜，佛菩萨加持啊，这就是说明过去生中无量劫来善根的发现，你没有善根，佛菩萨想加也加不上啊，真正自己有善根，现在有三宝加持，所以说听呢才能得殊胜利益，这个殊胜利益就是升起啊，真心切愿的依教奉行啊，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啊，这非常非常重要啊，要把一切分别执着妄想通通舍掉啊，修净土。虽然净土有五经一论，可是的，诸位如果真正想这一生当中啊，决定生净土，这五经一论当中啊，只能选择一种。那五经一论六种，选任何一种都行，都能决定成就。一门深入啊，一门深入之后啊，其他的五种决定旁通啊，不仅是旁通其他的五种，所有一切大乘佛法也必定通达，不但大乘佛法通达，再给诸位说，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通达的啊，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你真正证到清净平等，哪有不通达道理啊，证得清净平等就是证得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大开眼界啊！当一切通达之后，那是你的大慈大悲，还是弘扬一门啊？为什么呢？给没有悟的人做一个榜样啊，使他有一条正路可循。这是慈悲啊，我们看了古来多少这些祖师大德们一生专弘一部经一部论啊，最多的没有超过十部的啊，那十部的那都非常稀有，都很难得啊，多半都是专弘一部两部的，他有那样殊胜的成就啊，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
啊，也都是这些祖师大德的大慈大悲啊，不是他不知道，他样样都通。那么这是说到这个地方，这是三个条件具足了，三个条件具足就决定往生啊。那么往生品位高下，那就看你功夫的前身了啊。那什么叫功夫呢？功夫不是念佛号念了多少啊，不在这个，是在你念的清净心的程度啊，心愈清净愈平等，功夫就越深啊。所以功夫前身是在清净心的程度啊，拿无量寿经上来讲呢，就是清净平等觉啊，就是这个三桩四行的高下浅深差别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